我重練22年，第一次咁耐先開齋，你話急唔急？同埋我馬房出咗少少問題，我自己知道發生咩事，所以冇辦法啦，因為唔係好多馬可以出嚟跑同埋贏，辛苦經營。只馬係咪好尺寸咯？見佢上次就爭少少，今次都贏得好緊。係啊，好難騎嘅馬嚟噶，睇又好易啊，但係好難贏啊！呢一定要大師傅嘅偉大啦，蘇明倫呢啲咪騎得好咯。其他啲人判斷得錯錯少少就唔得噶。佢你總之頭段你冇用佢，今日呢場佢跟得太前噶啦，偉大已經驚啦，佢話：哇！只馬搏命手跟太前，佢驚冇拉屎，但係佢好在即係只馬真係全程都肯跑咯。以前你跟前啲佢拉屎冇噶嘛，所以我叫佢成日留後少少啊嘛。咁今次又排得好位咯，上次輸少少，今次贏翻少少，補翻數，大家都 short head， 爛地就得。我認為如果個人認為爛地會好啲，因為呢只馬其實爛地好過快地嘅。爛